大家好，我是 Gordon。我们这个时候来看爱多美奖金制度，这是为马来西亚团队他的伙伴来预备的。爱多美事业呢，首先是一个双管线。爱多美的奖金是要消费点数 PB 的对碰来产生的。当我们讲到 PB 的时候呢，就是 Point Value，有个人点数跟团队点数来考虑。首先我们看个人的点数，个人点数是可以累积，而且是永不归零的。 而当你累积的时候，就能够进入这五大级别。最低门槛是一万 PB，一万 PB 就让你成为销售代表；三十万呢，就成为经销商；结束经销商需要七十万，然后一百五十万就成为代理商；两百四十万成为这个精英代理商。一万 PB 呢，大概花马币就是六十六块钱左右。我们的奖金是小编的团队的 PB 跟个人累积的这个 PB 来做一个对碰。 第一层的对碰是三十万 PB，接下去就是七十万、一百五十万等等。个人的 PB 啊，在对碰时候过后呢，领了奖金不会归零，可是团队 PB 在对碰后呢就会归零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个人累积一万成为销售代表，这时你的小编的团队的消费，小编的团队就是那消费较少的团队，啊，达到了三十万，两者的对碰呢就给你一个五分。 大概是美金二十五块，就是一百元新啊，在马币。公司的结算是每日结算，一个月会结算二十六天。第二个例子，在对碰后啊，你们的全部的团队的这个 PB 呢都归零了。第二天，小编的团队的消费达到了十万，因为只是十万，所以没有奖金拿。可是呢，这十万的 PB 继续保留，直到下一次的对碰。第三个例子。 如果个人累积达到了三十万，成为经销商，而小编团队的 PB 是三十万，你就会拿到十五分，十五分大概是七十五块钱美金，也等于大概马币三百块。这就是我们安置奖金啊的一个整体图，给大家参考。重要的是每日奖金有一个封顶，就3三百分，大概六千美啊这个马币左右。 爱多美还有这个大师的级别，在大师里面都会得到一些贡献奖金。这大师分为销售大师、钻石大师、玫瑰大师、星光大师、王家大师、王冠大师跟珠王大师。首先进入了，是要成为这个销售大师。成为销售大师呢，你要在两边下线达到两百五十万 PV 以上，在一个月的十五天里面达到这样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成为销售大师。 钻石大师就需要培养两线各两个以上的销售大师，而物以类推就达到尊王大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而你这个贡献奖金呢，会按照你的这个级别来平均分配给你。你可以看到公司的分配是从十趴开始，然后进到五个 percent、两个 percent、一点二个 percent，直到零点三个 percent。 公司这样的一个设计、就是帮助销售大师，就是刚刚起步的啊，我、呃、们的啊、呃、事业者能够呢更好的得到资源。除了贡献奖金，还有成就奖，每一个大师都有这个成就奖。而成就奖除了现金之外，还有就是产品跟旅游配套，还有一些额外的哦。看吧，就好像这玫瑰，你可以拿到韩国旅游，还有现金呢。 星光也是有现金跟韩国旅游，还有一些产品的配套。当你进入王家的时候呢，公司开始注重了你了，因为呢，呃，作为王家，你就可以得到是信用卡的这个额度，而且你也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啊、呃、比较高的收入的层，所以也能够在公司里面给予一些意见来帮助公司接下来的发展。王冠呢，你会发现到除了旅游现金。 还有信用卡额度，还有房车呢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大家都希望能够达到尊王。达到尊王的时候，你的现金公司会给你一百万美金，当中呢也包括了办公室，还有秘书费用，还有司机，还有一辆车子。爱多美呢是一个国际的事业，是无限贷的。马来西亚是爱多美要开的第九个国家，所以呢，你在你的下线那边可以加进。 不同的国际的人，只要爱多美在那开业了，爱多美的会员号是可以继承三代的，代表着可以传到孩子和孙子那里去。